喜欢上莫名上我车的女大学生，本想今天找她玩，结果就发现。Hello 啊！呀，这么巧，这能遇到。啊，这位同学谁呀？啊，我是他同学。啊，是跟没说一样。那个，你先过去，一会儿过去。行。刚才那真是我同学，我俩约着起去面试。啊，行了，你不用跟我解释。哎，我就是怕你误会。误会啥呀？你又不是我对象啊，怎么的？你对我意思？哎，你滚！行行行，那我滚。真是我同学，我俩约着去面试。行了，我不闹了，你赶紧面试去吧，我刚才逗你呢啊，别迟到了。那待会儿见啊。嗯，走吧。假装自己受伤，看他会不会关心。正着正着正着。你这怎么了呀？我刚才骑车不小心摔车了。怎么搞的呀？啊，没，哎，那个你刚才面试通过了吗？通过了呀，领导还特别信任我，还夸我说话特别好。哎，那个你先别唠了，你先扶我起来吧。你这伤的重不重？要不我扶你回家吧。挺重，内伤比外伤都重啊。走，我给你叫救护车吧。你叫什么救护车呀？你不说扶我回家吗？啊，那我扶你回家吧。哎，小倩。啊。我家离得有点远，不太方便，我能不能去你那对付一下？你要去我家吗？对呀，疗伤。我觉得不太好吧，毕竟我俩不太熟，去我家显得太冒昧。不是，我都受伤了，还有什么冒昧不冒昧的呀？算了吧，还是给你叫救护车吧。不对，啊，对对对，确定是不是这里？